希望我们湖南理工我们的行业专业能够发展到招那个研究生，我退休以后就有大的成就感。我们希望就是说能给国家介绍一些这个 transportation 的这个就是这个目的。我的目的是让湖南人民更多了解资质，同时让资质人民更多了解湖南。站在按1:1比例还原的千年沉船黑石号前，感叹古丝绸之路的繁盛与辉煌，踏上迄今为止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唐代龙窑遗址谭家坡龙窑遗址，感受长沙潼关窑作为瓷器生产世界工厂的风采。在潼关街的泥人流陶艺馆挽起衣袖，指尖翻飞，体验制陶工艺。10月23日，我在湖南等你再向外国人走进潼关窑采风活动在湖南长沙举行，多名常驻湖南的外国人零距离感受湖湘文化魅力。长沙潼关窑始于初唐，盛于中晚唐，距今已有千年历史，与浙江越窑、河北邢窑齐名，是中国唐代三大出口瓷窑之一。1998年，黑石号沉船在印度尼西亚海域被发现，出水了中国唐代瓷器、金银器等各类文物约67000件，其中包括56500多件潼关窑瓷器。现有162件黑石号沉船出水文物被收藏在长沙潼关窑博物馆。来自加拿大的 Colin Besser 在湖南工作生活近18年。第一次走进潼关窑的他，在种类繁多的陶瓷器前驻足细品，不时按下相机快门。他说要将这千年的文化积淀收入囊中，向朋友推荐。How modern their manufacturing was 1,000 years ago. It's unbelievable. It's very cool to see and how many pieces they could make in.You know, in one of those kilns, the what is it, the Longyao, right? 谭家坡龙窑遗址是一个完整的窑区，有窑址等遗迹遗存，窑神庙、制瓷作坊、挖泥洞、窑业堆积等复原展示，清晰地展示了潼关窑瓷器的生产过程。今年32岁的美国姑娘 Sean Rattle 因为喜欢中国历史而来到中国参观谭家坡龙窑遗迹馆时，她告诉记者，自己是第一次近距离看到埋在地下的陶瓷，觉得非常壮观震撼。这里不仅可以感受唐代的制瓷工艺流程，还能观摩片瓷残器上的工艺留痕，感悟窑工们对多元文化的融合，对彩瓷的创新。I learned today that ceramics was a big part of Changsha. On the bus ride after we saw the kiln.I already told some of my friends, like, you have to come here, it is so cool. 这片遗迹是怎么被发现的？龙窑如何烧制陶瓷？不时向讲解员发问的 Tim Armstrong 是新西兰人，今年是他来到中国的第10年，在长沙的第2年。此前没到过潼关窑的他，觉得这里的一切都非常迷人。他表示，湖南文化底蕴深厚，除陶瓷外，还有很多彰显中华传统文化和湖湘地域特色的地方值得一来。It's a very fascinating place, and there's a lot of culture here. I didn't realize there was so much pottery underneath the ground, and there's obviously been a lot of work that's been done, you know, to build the tourist resort and to make it a very interesting attraction.